大家好啊，我是美联物业阿癫啊。如果在大埔区内买新少少的楼，又想尺价平，我想大家都会想起天骏噶啦。但是我身后的南山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看。南山一共分为两期，分别都是2014年入伙，是区内的半新楼之一。南山提供的户型亦都很多元，由开放式、两房、三房到四房都有，主要以三房为主。南山亦设有超过10万尺的园林花园，俾人悠闲的感觉。今日带大家睇嘅单位是7座的一个中层单位，咁呢个单位咧差唔多是南山最便宜的单位嚟噶啦。咁佢嘅间隔是开放式的间隔啦，实用面积有196尺嘅。我哋依家即刻睇睇间屋先啦。成个单位以长方形设计，冇露台，冇工作平台，改为窗台空间，非常实用。我哋再睇睇浴室啦，浴室以浴缸设计，而且有窗，系名词设计。我哋再睇睇厨房啦，厨房嘅空间非常足够，呢个位置可以摆到电磁炉同埋电饭煲。咁另外一边啦，咁当然就唔少得洗手盆啦。我哋见到个设备都非常齐全嘅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又或者想查询更多嘅资料咧，欢迎联络我，我系你哋嘅专业物业代理美联物业阿癫，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